我是蓝天白云数格子的淑萍，我现在哪里呢？我现在 Northern Beach Cafe， 这个是一家呢露天的咖啡座呢，就是我们讲的露天的美食中心。那这一个地方呢，就是由聚集了很多槟城美食的地方，还有一些西餐，所以说呢，大人小孩都很适合。那听说呢，今天有一个人呢要带我来吃他这里的什么东西？阿孙欧煎。阿孙欧煎，后面很出名啊。哎，快点，我们要过去看一看。啊，来，老板，自我介绍一下。你这里是阿顺欧煎，在这里卖多久了呢？还没有这个开销到现在哦。就是从这里 Northern Beach 开到现在。哇，真的是很多年。16年了。哇，16年了，真的是岁月。可怕的岁月。要所以说你最有这里最拿手的东西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个蚝煎。那你的蚝煎是不是有很多？你是那些大力的还是吗？那种对对，还有那个蚝煎，它有那个本地蚝啊，有那个福建话叫做 BO 啊。哦， BO 啊， BO 它小小粒啊，哈，真的好哦。我们 spot check 的这个东西，我们比那个 MPPP 还要困难的多。我来往会叫的。一定要有米单。还有它的特调的粉，那个是秘法，每个人都不一样。高质量，高质量。这里欧是如大妈讲的，还没有。B O， 这里是 B O。等下你可以拍那个特写。OK。是什么来？它的酱，酱料。冷巴的料啊，中间不行。冷巴。啊，我是冷巴啊。有。乌煎哦。有。冷巴了。哦，主要有几样东西的。哦，不是女跟欧娘啦。嗯，对。其实每一家都有，每一家不一样。你看它好比较大只的。这个东西假的，我去讲。有鸡咖喱，假的，好的，是假的。哦。要那我要看到是叫珍珠哦。啊？我要看到的是叫珍珠哦，是。珍珠哦，它是做 B O 啦，好跟我做 B O。B O 啊。特别卤的较大料哦，大料咩？我话是无大料啦，你系较上上个。这里比人个无大料啊，都富发大料富。哦，你如果系汤肉皮叉哦。这里是汤嘅。是哦，是汤来哦。是汤嘅。汤嘅。啊。OK， 那个老铁啊。新鲜出炉的藕煎，拍我一下。哟，可以拍的，你这样快就吃了啊！你不要这样饿。啊，去了老板。好 ，OK， 我们快点去吃。有肉咯，佮有荤咯。嗯。特别叶肉佮荤啊。哈。叶肉香啊，叶荤佮青。肉香，荤佮青。嗯，这个还有荤咯。哦，就是他妈都讲，刚才你讲的不懂什么粉加在里面。有掺的，一定有掺的。好，你看我们看这副材质的样子，他就可以告诉你到底有多好吃。其实好像他的副相就是可以来做告诉你味道了。我吃了这么久啊，其实我忘记按了啊。你吃了这么久你忘记按你的手机吗？没有record、oh, okay. 真的有一点浪费啊，有一点浪费，这个大碟啊，加的哇，老板放很多芫荽啊，很碎。哇，这个 B O， 你好像不知不觉半半吃起哦。是，这个其实是一人份啊。哈，一人份。一人份，对我来说啊。哈，怪不得你的身形。其实我很节制啊。哈，你就节制啊。我就惊了。我以前吃啊，是两人份的。哈。所以说，你说是不是节制啊？哈，
我跟你讲哦，我现在桌面上的食物都是他点哦，他要吃的哦。我刚才以为他要吃吗？就我们点哦，哪里知道他说他浅尝就好了，这样我就浅深尝了。你看，我的责任，我今天的工作就是来拍富才吃东西。方便了吗？嗯。大哥，我觉得你的那个藕煎呢，跟别人的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啊，就是它下面那层它比较脆一点的，它上面那层它比较软一点的。你特地煎两个层次吗？哦，难怪了，我吃到好像比较 fluffy 一点。啊，你吃到有一种，有的又软软，有的又脆脆一样。对对对。吃了很爽哎。下次又要回来找了这样。哦，谢谢。